我觉得应该选文旅这一类，但是生活类的更好做。你们都先找找资料吧，有家寿司还不错，就吃寿司吧。走吧，我请你们。那我一会儿买好过去找你们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有链接没？这件转给你吧。没有，就是不太喜欢和别人一样。走啊，木婉。你们去吧，我刚点了外卖，拿下次一起。已经接单了。其实高中的时候我就住学校，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。后来我就喜欢和人保持距离。你又画眼线了吗？哎、哦，好，我画的不好，下次不画了。哎，哪有？我没。这大四马上开始实习了，咱们去外面吃顿饭。等一下，一起去吧。我想吃麻辣烫，还是新开的那家韩餐？还是风影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风影、田佳怡、赵玉婷，要是你们来苏州了，一定要来找我。